大家好，欢迎观看 DJI 教学视频。本视频为您介绍拇指跟焦器在不同使用场景中的接线方法。以如影 Ronin MX Red 相机、佳能 5D3 相机为例，一、使用无线跟焦器电机及快门控制器实线控制。如果使用如影系列云台，您需要额外购买的配件 DJI 无线跟焦器电机、快门控制器、快门控制器无线跟焦器电源数据线、 DJI 无线跟焦器扩展模块电源数据线、对影相机类型的快门控制线。安装拇指跟焦器至 Ronin MX。 使用看线一端连接至拇指跟焦器，将看线另一端连接到云台看二接口，将无线跟焦器电机及快门控制器安装到合适位置，使用 DJI 无线跟焦器扩展模块电源数据线，将无线跟焦器电机连接到云台 P-Type 口及 LB 口。使用快门控制器无线跟焦器电源数据线连接无线跟焦器电机和快门控制器。使用快门控制线连接快门控制器和相机。安装完成。如果如影系列云台的看口被占用，或者您使用其他设备，您需要额外购买的配件 DJI 无线跟焦器电机、快门控制器、 DJI Focus 拇指跟焦器电机线、快门控制器无线跟焦器电源数据线、对应相机类型的快门控制线。使用 DJI Focus 拇指跟焦器电机线连接拇指跟焦器和跟焦器电机，并将 P-Type 口连接至 Ronin MX 的 P-Type 口或适合的外接电源接口上。使用快门控制器无线跟焦器电源数据线连接无线跟焦器电机和快门控制器，使用快门控制线连接快门控制器和相机。安装完成。二、使用 Red 相机加 EF 镜头的组合实线控制。如果使用如影系列云台，您需要额外购买的配件快门控制器、 Red 相机快门控制线，使用看线一端连接至拇指跟焦器，将看线另一端连接到云台看二接口，安装快门控制器。将快门控制器连接到云台 LB 口，使用 Red 相机快门控制线连接快门控制器和相机的快门接口。安装完成。如果如影系列云台的看口被占用，或者您使用其他设备，您需要额外购买的配件快门控制器、 Red 相机快门控制线、 DJI Focus 拇指跟焦器快门控制器电源线。使用 DJI Focus 拇指跟焦器快门控制器电源线，任意一端看口连接拇指跟焦器，另一端看口连接快门控制器， P-Type 口连接至电源。使用 Red 相机快门控制线连接快门控制器和相机的快门接口。安装完成。感谢您的观看。